去了，你手是有不是之间的这个，有点早上那个路的感觉，水渠的感觉。另外呢，小荷才露尖尖角嘛，那个荷花就立在上面，蜻蜓就上来，燕子就看它，比较朝阳的意思。完了，介绍一下这幅画风格做法。我刚才不是讲了？没录下来。哦，没有啊。好，拿着。不是，我写的是荷露，应该写朝露。但是呢，我就看到这个荷花就可以了，就写点的啊，就荷花的荷，应该写朝露也可以，早上出来朝露，但是没有阳光，所以不好。我来帮你拿这个下去。对呀，所以对呀，啊，重来吧啊啊，这是荷花的荷，朝露的露，就是象征着早上欣欣向荣嘛，燕子也出来了，这个荷花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，便有蜻蜓。在上头，非常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就是荷花是玉界冰心，谁都喜欢的嘛。这个题材应该是不错，所以给的啊。谢谢。刘老师，请教一下，您刚才又修改了一下你的画，大概是什么情况呢？增加它的立体感嘛，增加了投出的这一看，你看。现在就不一样了，现在更加立体了，是的，现在看起来更加立体了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水嘛，它讲究层次嘛，它一层层的虚的实的，你看，讲究意境嘛，那么它有虚的，有浓墨的，对对，有淡的，有实在的，所以我就加了几笔实在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看上去更加立体感了，是的，它具备立体感，而且有远近感的，也突出了。啊，谢谢。